妈可能再也不想联系。Hallo, Papa. Julia, grüß dich. Wie geht's? 嗯，都好，都好。我都好吗？我。Yuhu, Julie. Hello, Mommy. 昨天我们看了你的表演，哇，我哭死了，我真的特别心疼。很棒，很棒。昨天晚上看了，我们觉得你特别棒，你的态度。你是最好。Hello, 爸爸。啊，宝贝。宝贝。怎么样？哦，嗯嗯嗯，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喂，妈咪。啊，老王。系呀。哎呀，你辛苦啦，我爱你。你讲嘢咁露骨嘅。喂。喂，妈。哎，宝贝，最近怎么样？累不累啊？喂，哎，是妈妈吗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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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想你。哎，乖宝宝，妈妈也想你。我妈妈，我俩天天都盼着这个礼拜六啊。我顺便悄悄地告诉你一声，我第一轮没有淘汰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妈妈，你为我感到骄傲吗？那当然了呀，你一直就是我们的自豪。真的，我现在跟你妈妈俩是你的最忠实的粉丝。真是。最心疼的是我们。作为爸爸妈妈，不能像其他的选手的爸爸妈妈一样陪在身边。我这样说，我差不多我要哭，因为我们真的觉得你这么坚强的一个人，在其他的一个环境里面做的已经非常棒，我们特别骄傲。其实我们有一点自责，我们应该飞去你的身边，其实帮助你。去干了这节目，我就觉得我是真的老欢喜做搿桩事体，外加。老师还有交关其他人侪给了我交关肯定嘛，就算我压下去，搿只节目淘汰了，我再出来，我想继续做我想做的事体。爸爸，我爱你。谢谢，爸爸也爱你，爸爸妈妈都爱你。我全力以赴。好的。不给咱老杨家丢人。哎，这还是好了，这种表现，这已经是老杨家都很幸福了，都很高兴了，都为你骄傲。嗯，那你什么时候淘汰啊？我没有长胖，那才不是呢！我觉得脸蛋那个地方，那个肉都掉下来了，好不好？正在录制你打电话呀，所以你知道你讲的话，现在全部都是开着免提放出来的。你怎么先不跟妈妈说一声了？我都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就是这就是一个妈妈对孩子的期望，希望他可以淘汰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能不能重新说呀？没有机会重来。认真喜欢放肆拍，本节目由创造101分美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5冠名播出。下载小红书 APP， 标记我的生活。本节目由你 pick 的小姐姐都在用的小红书 APP 联合赞助播出。一刷新白释放纯色之美，本节目由齿白餐纯红的中华魔力熏白牙膏特约赞助播出。唤醒元气拼 C 位，本节目由拼搏拼 C 位元气 pick me 的7度空间首席合作播出。宾利十足燃痛快，本节目由很燃很痛快的康师傅冰红茶行业赞助播出。
年轻不怕约束，变美就用樱树。本节目由爱豆也在用的护肤品牌樱树行业赞助播出。发现更有趣，本节目由黄子韬和依林小姐姐都在用的腾讯微视短视频 APP 赞助播出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我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摆了一排一排的体重秤，就仔细一看啊，是歌词吧，吓死我了。这是啥？可以翻开看吗？哪位选手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声乐？安娜、张杰、舞蹈罗志祥、王一博唱作。下面进入创造101公演三专业方向考核的。十二支战队进行下周的公演，这场以专业方向为核心的公演，不仅关乎55名练习生的命运，更会直接根据现场观众的点赞数，决定7名旁听生的去留。天哪，就像高考一样，就填志愿。你考大学了，大家。考大学的志愿是我妈给我填的，我妈给我填的是北京大学。我觉得我选舞蹈还是选唱歌？我觉得应该选擅长的。不对，我觉得应该要突，就是进步要学习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应该都不太可能。我也是。我觉得舞蹈还稍微，我还可以学的。我觉得 C 班有一大半人都会选舞蹈哎。啊，现在写了吗？已经开始。有一种又考了一次大学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它有第一志愿、第二志愿、第三志愿嘛。万一你没被录取到，就要去想方面的。我觉得我填这个单子的时候，比我填高考志愿还要紧张，还要谨慎。真的是一个关乎命运的单子，它可以关乎我在这个舞台上的命运。唱作社唱歌家，作曲。